12月17日晚，王俊凯通过微博晒和偶像周杰伦合影。照片中，王俊凯和周杰伦穿同款深蓝色卫衣，一起比着剪刀手。王俊凯露出一脸真米蒂般的笑容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激动不已，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追星的大赢家，恭喜你了！”拉仇恨的炫耀自己是追星赢家，小凯是个小迷弟啊。据悉，周杰伦是王俊凯的偶像，头号迷弟，他对偶像的歌基本上了如指掌，二人还曾同台过。周杰伦在近日表演时，看到台下满满王俊凯的粉丝，幽默喊话：“小凯的歌迷在哪？借给我一下。”粉丝听到自己被偶像的偶像 Q， 立刻爆出尖叫声。随后周杰伦更是拉上王俊凯一起逛潮品店。男团 TFBOYS 队长王俊凯除了是数千万粉丝的偶像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天王周杰伦的头号迷弟，对偶像的歌基本上了如指掌，二人还曾同台过。没想到16日又创造了追星的新高度，竟然跟着偶像逛潮牌店，粉丝只说人生赢家。